台湾女大学生辜婉允为某游戏拍摄广告持续尖叫长达四秒，高分贝且尖锐刺耳，虽然引发很多观众的不满，抱怨为虐待耳朵的广告，但辜婉允也因此走红，被称为尖叫妹。拍摄游戏广告时，辜婉允还是一名大一学生，也是第一次接拍广告。如今走红的她已经拍过不少性感照片，好身材也在台湾网络引起宅男讨论。她对性感也很有见解，认为太露不行，唯美就好。辜婉允虽然皮肤较黑，但一系列的照片网友看后大赞黑一样美，也打破美女一定要皮肤白的刻板印象。救命！